Hello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来到辉哥的游戏世界。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老爹鸡翅店如你们所见，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小少女走了过来，我们来接个单。她要蒜酱。你大姐，大姐，你要这么多鸡腿和鸡，你要这么多的鸡腿和鸡软骨的话，你吃得完吗？天啊，你该不会是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类型的吧？我操！刚接完一单，怎么又来一单？我还没开始做呢。你这样的话，我劳动量很大啊。要这样是吧？BBQ 酱，OK。话说刚才那个眼镜仔是我们这个店里的常客了，来，我们先给这位新顾客来让他尝尝鲜啊，让他这个首先我们给他弄三个鸡腿，再给他弄三个鸡腿，蒸鸡儿麻烦啊，再给他弄三个鸡软骨。你看这第二个的话，我们他是老常客，我们知道他是需要 BBQ 的，给他四个 BBQ 的鸡翅、鸡腿，我嘴巴整老是乱讲。好，来看看，目前没人点餐啊。现在我们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炸制的时间。他说：“大姐，大姐你在刷什么？在刷推特吗你？还是 Facebook？” 刚还没炸多久鸡翅，然后又来了一个人。这剩下的炸的时间应该够我接一单的。大姐，你也要这么多东西？你要八个鸡腿吃得完啊？看看，这一个个的，这些女的都是大胃王吗？他们这饭量堪比雏田了。我先把这鸡腿、鸡翅先倒出去，先倒出来，然后等这个鸡软骨给炸好。OK，炸的差不多了，来，我们继续，四个鸡腿，再加上四个鸡软骨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蘸酱，这个第一单是在这儿。好，首先这个蒜酱要三份，great。我操，good！我还以为这可以全都 great 的，不过没关系了。这个，OK，nice，nice。然后这个鸡软骨的话，它是需要这个 BBQ 酱来着。都是 great，OK。这个是要 BBQ 酱，不用看。看这边炸制还需要一会儿时间，那我们开始摆盘吧。算了，等这一单呗，等这两个鸡翅先炸好先，等这第三单的鸡腿先鸡嗯软骨先炸好先，然后开始摆盘那这九个东西，就摆同时摆九个东西，这不好摆啊，得讲究它的格式美观。40度的话，大概在这个位置吧。这样摆试试行不行？该这样摆。算了，瞎鸡八百吧。再给他两杯饮料。OK，第一单完成，那就是第一单了。给你小少女92分，分数还不错。我们看看这第二单啊，他是 BBQ 机制。算了，先给他第三单的这个酱先给他粘了先。它是需要四个 BBQ，OK，然后叉是需要特辣酱。话说我搞不清楚这个 A 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这个 A 好，B 才是辣酱，但是 A 是什么东西？看不懂。这个第二号单啊，
BBQ 加四个，一二三四，给你个十字形，给你个十字星，再啊，十字星之后呢，它还需要这样，它需要红椒和这个芦笋。再来一杯这个大麦茶，算了。